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一个笔画，比如一果，它收尾时可以加钩。加钩的意思就是没有存封，用一个按接点就可以了。这是一条弧线。另一种就是加替，这是必须存封的。永字八法把替当作单独一笔，任何笔画如果要加替，都要先结束第一笔，通常是顿笔收，然后中间用一个存封来过渡，最后剔出。这就是笔笔断而后起的思想，是张旭在九用八法中的规定动作。整个过程如果用另一种表示法，就是波灯法四个动作，推、拖、捻、验，其实就是画十字，据说是韩愈所传授的。勾替这两种复合笔势可能各有一个专称，但也可能合用一个专称，如一果加勾替都称之为玉勾。今天要讲撇加勾替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什么是撇？行笔走七号方向都称之为撇。一撇的尾部可以出现勾，也可以出现替，关键就是存封不存封。一撇向左勾替都叫做板影式。所谓引，本意是开弓，引申意是拉长，反引就是反向拉长。一撇本来是从上写到下，现在回头向上了。我们知道一撇本身没有勾替，最早是因为草书的连写在思转中产生了牵连，这是一撇写完后有了牵丝，这就是勾替的来源。一撇下来七号位，回头向上就是二号方向，有时也走一号或者三号，这就形成了一条弧线，一个回圈。七号面写下来是顺时针内向圈内旋，往上转向用二号面就属于外拓了。从内旋到外拓必定有一个角峰点，所以要特别注意换笔性。七转二是用毛笔正反两个侧面去写，这是一个勾。比较安全的转向方法就是存封加接点，跟蟹爪玉勾一样，七号位一撇下来顿笔收，这是先把撇结束，然后存封剔出。写勾用正反两个侧面，书法中又称为扳，比较难写。右边这种有存封的反而容易写好，这是剔。
你看《兰亭序》中的夫字，兰亭是草稿，王羲之本来写的是野字，后来改为夫。野字笔画很细，夫字照在上面，笔画当然粗了。但这一用力，一撇下来很粗，侧锋在纸面上很多，转身就很困难。这时只要收笔存锋，就容易剔触了。要注意，这一剔真正的意义是笔心方向换过来了。这种带有剔的撇都称之为反隐式。这个心字左边长撇也有剔处，这就是反隐。右旁第一笔撇也有转圈收锋，但没有剔。这个帽子左下第一笔有没有存锋呢？看起来没有，我们也称它为反隐式，其实是先内旋后外拓，在脚锋点上用了换面动作，以三号面向上写出，整个笔画从起笔到收笔是79873。柳公权玄秘塔，这个沉字一撇尾部加剔，是剔向四号位，写起来跟永字八法中间的蟹爪式一样。阴符经这个鬼字有很长的反隐牵丝，这一撇用笔很细，在脚锋点上只要揉搓一下就可以换笔芯。存锋是转圈，揉搓往往在一条直线上来回，它的作用也是把笔芯方向纠正过来，比存锋转圈快，但这不是一个剔。歌手至汉系书法通解说，反隐之势清丽唯美，张怀冠岳，王猛善用此法，宣示全字是也。这里歌手自引张怀冠说王猛善用此法，漏了一个字。张怀冠原文是王猛草善用此法，是指王猛写章草常用反隐。据说王猛善学钟繇，草书经常用反隐。但宋代宣和书谱记录内府只有一件行书，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。至于歌舍之说钟繇宣示表中的全字，这是小楷，不是章草，现在可见的拓本也没有反隐式。不知道歌手字当年看到的是什么版本。一撇通常不会在右边加勾剔，所以没有一个专称。有时候一撇加一侧通常就会当作竖笔式一开，
一个折。你看，这个行书合字，左旁一折，可当作竖笔式一开。这个行书士字也是这样，刚才是禾木旁，这个是士字旁。如果这一折缩小为点，那就是一个合点，就像这个旗帜的左下点本来是一撇，现在用一个合点来替代。接下来是捺笔加勾替。捺笔本身是行走九号位，它也可以加上勾替。捺笔向右方勾替，这就是以格式。整个格字有五笔，书法中称为格法。有关整个格法后面还会介绍。以格式是格字的中间两笔。《玉堂锦经》有以格意事一节，把以格式细分为四种：折芒、突出、介事、背。背字后面漏了一个字，应该是背抛。这小节文字不止一处有错，读起来相当困难，而且所举的字例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也不同。我来大致解释一下。如果以格式下没有勾替，称之为突出，不存锋替往外收笔就是勾，称为介事。存锋后剔出，这是折芒。如果以歌写得很弯曲，出现了一大块空白，那可以用剔去补充这个空间，这就是背抛。后来人们把九字风字中的以角意事也称为背抛，意思是差不多，但《玉堂锦经》的背抛是属于以格式的。《玉堂锦经》中以角意事只有蔡读氏。我们来看一些字例。智勇争吵千字文常有以格突出的写法，如这两个字，以格式下面就没有勾替。要注意，有些拓本看起来好像也是以格突出，但可能是石碑损伤，本来可能是有勾替的。钟繇见祭侄表，这个蚕字右旁有两个歌，两个以歌是收笔不同，上面是缩锋突出，下面是向右出锋，这就是近于隶书的写法啊，类似于燕尾。智勇有时候也会这样收，而且收笔很小。玉堂锦经称之为以歌介事。褚遂良倪宽赞士字以歌是，收笔也是燕尾，
只不过非常含蓄。如果拉长一点，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习惯的那，如爱字这一那，就是永字八法中的则。至于以歌折芒，好像折断麦芒那样，这是真正的替，有唇峰的。自咏有时候唇峰圈很长，上次讲过的。右面的名字唇峰就是比较长的那一种。以歌被抛就是反手写一替，或者说这一替向左补空白。你看音符经中这个机字啊，小图这一替没有补空的意图，大的这一个就不同了。以歌一替是有意向左，这就是以歌被抛。书法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说唐太宗跟虞世南学书法，这个以歌式老是写不好。有一次写简字，右旁的歌，他叫虞世南代写，然后拿给魏征看。魏征说，皇上今天这个歌法写得很像虞世南了。一个是要写得好，有两点要注意。一是中间有个按接点，手腕动作是左右。二是替出前有个明接点，要顿笔收唇峰。这两个节点的动作，我怀疑当年虞世南没有告诉唐太宗。你看唐太宗写的这两个以歌式就是太直，没动手腕，替出前的唇峰也没搞清楚，明暗接点都不对。唐太宗笔法诀说，为歌必润，贵词宜而又固。他的经验就是说，慢慢的向右写，这话没说到点子上。想象唐太宗写歌的情景，就是迟疑着向右出风。虞世南自己写的以歌式，如孔子庙堂碑一字，就这么漂亮。这里的原因你们自己想象吧。我觉得唐太宗很可怜。以歌是比较直，历史上有人叫他直歌。如果放平一点，有人称之为横歌。比较正式的专称是弯损字。弯损是通常用于心字中间，其实跟以角易势中的蔡读式非常相近，它的写法和以歌式是一样的，也是有明暗两个接点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提醒一下，音符经中的心字有时候会用到一圈反替，这是比较少见的。当然音符经中用唇峰后替处的也很多。
那笔有没有向左或向下勾剔的情况呢？有的。如王羲之这个中字行书，一捺就有向左七号位的剔，但这时候一捺写得很平，和横笔没什么不同了，所以这一笔可以归入折丁式。王羲之《上乱帖》中的木字右旁一捺有勾，这也可以视为折丁式。这是画面写的，没有唇封，所以是勾。那这一笔怎么办呢？这个可以归入曲抱式。如果是唇封以后剔出，那就是一个拉长的合点了。你写的短一点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来总结一下勾剔的复合笔式。我已经讲了五种笔画上加勾剔，这就是点、横、竖、撇和捺。点有勾的就是两项点和曲抱式，这是单一笔式。点有剔的复合笔式就是合点、立直式。横笔往上加勾剔是以角易势中讲的，有外略式、菜读式和鸟处式，主要是收尾不同。横笔往下加勾剔有折丁式、密头式和棉头式。竖笔往左勾剔有蟹爪式和玉钩式。竖笔向右勾剔，我介绍了主勾式和打勾式。一撇加勾剔主要是反影式。一捺加勾剔，这堂课讲了以歌式和弯绳式。表中的点是较早前讲的，最近讲勾剔主要是横竖撇捺上加勾剔，这是复合笔式。希望各位多加复习，谢谢。